目前正在天津的医院接受抢救。静养伤，一切等伤好之后再说。磊哥，我去给你拿药。这次的唐朝之旅，让我心胸豁然开朗。过去的游手尾已经不存在了。这个我还真没想到，曹学长真的是一个得道高僧，他让我领悟到了真正的人生。你怎么跟毛天霸一样开始谈起人生了？人活着就应该去珍视自己的人生，也就是你应该仔细地想一想你这一辈子该怎么样的活着。是犹豫于民众，还是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？那你准备怎么度过自己的人生呢？这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为谁而活？为何而活？伟哥，你说吧。我们一起把傻妞和太子交给政府。你应该知道，傻妞对你已经有了感情，她很依赖你的。她虽然只是一部手机，但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她会很难过的。是啊，说实话，我还挺舍不得她的。虽然它只是一部手机，不过我们已经有了感情，就跟刚才你说的似的，我要好好想一想啊，我这一辈子该怎么活着。我已经选择好了，你呢？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一想好吗？不是小千哥哥不要你了，而是你们应该远留在我一个人身边。你的能力是造福全人类，你仅仅留在我一个人身边那是不够的。
我明白，小青哥哥的决定都是对的。可是，傻妞舍不得离开你，我想永远留在小青哥哥身边。傻妞，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太长，可是我们已经心心相印，同甘共苦，成了一对不可分开的朋友。你以为我忍心离开你吗？知道吗？我开心的时候，你陪我一起笑；我难过的时候，你陪我一起哭；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来救我。现在，现在到了我该离开你的时候了，小青哥哥，我都明白你的意思，傻妞永远支持你的决定。那你把我关机吧。模式选项，手机模式。有什么好看？你看足球，有公主无理的啥公主？什么公主？公主，几十人开球苗，跟着每人买一个。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马上！还敢跟我斗啊？还闪我一跟头？嗯，还挺紧。拿来吧，跟我闹，我是天蓬元帅。哥，猴子，你真了不得，俺老孙了得吗？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哎，猴哥回来了，看看看电视，看电视。俺老孙不喜欢那些无聊的玩意儿。什么叫无聊的玩意儿？猴子，我跟你说啊。看你喝这么多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这是跟谁喝的呀？俺老孙跟外边那几个朋友。啊，你什么事？哎，猴哥，喝。猴哥，哎呀，这是干嘛？啊，猴哥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社会关系太复杂。可不能乱交朋友。俺老孙好交朋友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猴哥，有些朋友啊，哎，小谦儿呢？啊，我忘了跟你说了啊，人家小谦儿把尤所为制服了，而且制的是服服帖帖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，猴哥，嗯，人家小谦儿也挺能干的，他把他们。都制服了，制服了。不行，俺老孙得给他们捣捣乱去。猴子，别喝了，你给我酒。猴子，你人家小天请你来，不是来捣乱的，是来相邀的。傻妞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，高兴点。
表情选项，喜、酷、怒、怪。返回手机模式。不要，我不要返回手机模式。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小千，你承认吧，你曾经也爱过画眉，但是你却不了解他的心。对，我承认。而我也像你一样，曾经我切实的恨画眉，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原谅他所做的一切，并且看到了他的心。什么事儿？他不顾风险的到十万年前去救你啊。平常我们很难看透一个人，那是因为我们很难在关键的问题上看到他的真情实意。画眉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看到什么？他的善良。可是那件事情其主要作用的是楚楚。我知道，但是作为画眉，他能躲多远就能躲多远，但他还是去了，去了十万年前找你，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。也许永远就回不来了。花梅的家庭背景并不是很好，他太急于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步。我们可以用居心叵测或者是卑鄙的字眼来形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，因为他太注重时机了。但是他这次去救你是真的为你担心，在那一刻他的内心深处是真实的。我喜欢他就喜欢他这一点突然闪出来的真实，他强烈的吸引了我，所以我发觉我爱上他了。可他的真实包含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。不，那不是真实，那是实际。实际？嗯，真实是各种各样的，虽然它和实际只差一个字，但是差别却太大了。美好的真实是纯洁善良，而实际就不尽然。为了达到目的，有些时候甚至是丑恶的。有些人常常用真实来掩盖自己注重实际，
那是因为害怕看到自己丑恶的一面。威哥，我今天看到你的另外一面，我甚至有些钦佩你了。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都可能要经历过一些事情，都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想法。画眉他经历过了，应该懂得得失。我只希望在这个过程之中，他的真实会越来越真实，他的善良会在他内心深处占据主流。你真是比我还要了解他呀！我为他能碰到你这样的人感到高兴。画眉并不可怕，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哪种人吗？就是我这种人。不过你不要害怕，现在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做一个好人的愿望非常强烈。我送你回家。回家？我现在哪里还有家？要不然就回风情公寓，我们全在那儿。快走吧，啊！才刚到，能不能再看一会儿？回头再看吗？行吗？啊！时空穿梭，送我跟画眉回到2006年。喂，哎，你既然跟维哥已经发生了一段感情。发生什么感情啊？我是被逼迫的。维哥不是这种人，他只是一时被欲望蒙住了眼睛。如果你能用平常心再去跟他相处一段时间的话，要不你去跟他相处去。喂，喂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面推吗？你不知道刘所玉他是个魔鬼啊。人心里边都有一个魔鬼，而你还有一个天使。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们的感情已经过去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一点都不爱我了？我现在爱的是你。那谁的分量重一点？你说啊，只要你说你只爱他不再爱我，我就走，我不会缠着你的。我不爱你。白说了，九寨沟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什么时候？好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。出去啊？啊？去哪儿啊？你管着吗？喂，楚楚，我想和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谈小千。
我听说是2003年吧。对，所以你应该知道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吧。我知道分量越重，最后伤的就越深。楚楚，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患难之交吧。我只记得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总是把我往前推。把小倩还给我好吗？算我求你了。是你把她从身边推走的。我是迫不得已的。迫不得已？有人逼你去骗小倩的密码吗？好，就算当初是我的错，就算。可是现在我想回到小倩身边也不行吗？我现在怎么办呢？刘松明是不会放过我的，只有小倩她能保护我。你为什么不能跟尤所为好好相处呢？他这样对你是因为当初你背叛了他。他爱的是你啊，你不也爱过他吗？如果你愿意回到我不会回到他身边的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，在你们没有结束之前，我和小倩不会发展下去的。那你不是给他希望了吗？你还要我怎么做？你能不能告诉他，你不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永远都不会？凭什么？
也吃不了唐僧肉，还得让东来佛祖收回去，我不回去了。你不愿意我留在这儿吗？你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是很大的威胁。那我跟着你不干坏事还不行吗？以前也是这么跟小仙说的嘛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办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回到小西天，把唐僧师徒给放了。那怎么行呢？那是我们最后的筹码。那不是筹码，那是诚意。你别忘了故事最终的结局，你仍然没有办法吃到唐僧肉，况且你还被东来佛祖给收了。哎呀，过来的黄眉大王，我和尤总一块过来的，我现在把你们放出来，咱可说好了不许动武啊。尤所谓也来了啊。哎，来吧，猴哥，太不仗义了吧，说好了不动武的。猴哥，猪哥，你们还认识我吗？扒了你的皮，俺老孙也认识你骨头。快把我师父放出来。对，把我师父放出来。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。就是。站住！唐僧哥放了你谁呀？哎，你现在晚了，连大王都不认识了。我大王的造型要与时俱进。大王，把唐僧哥放了，回去把沙僧也放了。这好不容易抓住这，少废话，让你放你就放。是大王。哎，师傅，悟空，师傅，八戒，您没事吧？师傅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哎，黄眉大王，你不能就这么放了贫僧吧？啊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阿弥陀佛，你们还是没有参透这九九八十一难的意义。各路神仙纷纷放出自己的家童坐骑。来助贫僧师徒四人来完成这九九八十一难。徒弟啊，难道这只是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吗？对呀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佛祖的意思是让我们从磨难中悟道啊。啊，悟空说得好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我把你再抓回去，再跟他们仨再打一场，我输了我再把你送回去，行吗？还是不行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作弊，你必须要真心实意的吃贫僧的肉，绞尽脑汁的要把贫僧给炖了，千方百计的置贫僧于死地。行，我给你们钱行吗？我给你们人民币。不行，这钱在这儿花不出去。这留着以后用。是吗？黄眉大王，求求你抓贫僧吧。对，抓。我还是求求你，求求你抓贫僧吧。我求求你过去吧。求求你抓贫僧。我求求你过去吧。求求你过去吧。
你抓不抓我师父啊？抓不抓？还带这样的呢？你们甭提了，什么事儿都有是吧？瞧我多倒霉，我多倒霉！我这山大王我当得好好的，我怎么碰你们这几个过路的了我？你要不抓我师父，我就交给你师父东来佛祖处置。对，抓不抓？啊？师傅啊，你给我放出来，让我吃唐僧肉，还不让真吃，然后打一顿，然后送回去了，有你这样当师傅的吗？唐师傅，您这认真劲儿还真让我佩服。您放心吧，你一定可以取到真经的。多谢师傅。黄梅，就帮帮他。那我帮吗？帮起来，我帮。小子们，把唐僧给我抓起来。八戒，师傅，悟空，为师去了，保重啊。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少废话，走。师傅，八戒，哎，悟空，这回行吗？要不您在那盘着。用不着，用不着。问你个事儿吧。二零零六年的事儿，我知道。哎，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们给我留下了吗？对，悟空，哦，八戒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为师去了。还是你自己啊去经历吧。啊，哎呀，红梅啊，有些事儿吧，你得自己去悟。啊，这要什么都告诉你了，那不就什么都悟不出来了吗？耙子，诸葛，啊，谢谢啊，老总，不客气。啊，谢谢哟。悟道，小青哥哥，以后你还是不要这样酗酒了，喝那么多酒对身体真的不好的。是啊，啊，谢谢小妞。哎，画眉姐姐来了。小千，你怎么都不回方形公寓住了呢？哎呦，我头也疼了。一定还没吃饭吧？哎，别，酒喝多了，胃不舒服，吃不了，你先自己吃吧啊。那我放冰箱里。别，放冰箱干嘛呀？你没人吃。小千，你能不能叫傻妞回避一下？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。干嘛回避啊？有话说吧。小千，我以前的确是犯了一些错误，可是你就连一次改正的机会都不给我。哥哥来了。哎，周哥，你们都在啊？对，你好。你好，小倩，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小妞，我们现在要喝茶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是。我现在正在说服尤所为，连太子也一起交上去。那样的话就太好了。不过，他现在正在考虑，你们再等一等嘛。好，来喝茶。来。谢谢啊。来。我怎么就品不出萤火虫那种感觉？我不是没皮没脸的人，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我也不缠着你。他怎么了？他答应了。
谁呀？答应什么了？是画眉姐姐，画眉姐姐答应和索维哥哥在一起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说明他和小青哥哥结束了，也说明你和小青哥哥可以继续发展了。心里不是滋味吧？进来吧。楚楚姐姐，小青哥哥是为傻妞而难过，他不要我了，又把傻妞交出去。要不你再想想。对呀，你再想想嘛，要听老婆的话。哎，你让傻妞变回玩具娃娃状态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不用了，你说吧。不行。不说是不是？走。小青哥哥，你给我站住！傻妞刚才怎么说的来着？要听老婆的话。他还不是呢。你说什么？小青哥哥，是你不对，你应该向楚楚姐姐道歉才是。你让她伤了心，她很难过的。小青哥哥，你把傻妞变回玩具娃娃状态吧，我不想让你们两个吵架。好，傻妞，变成玩具娃娃状态。本次服务到此结束。对不起，等我把傻妞交出去以后，我答应你，每天我们一起上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做饭。我以后再也不做废人了，我争取要做一个好男人。也就是说，你有了傻妞，就不需要我在你身边了。没有傻妞，再拿我来填补空虚是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啊？是，我把小孩子交出去，现在心里非常乱。我要跟你说件事情，可能你不大相信，我跟傻妞之间的确有一种感情，一种很难分手的感情，让我们俩分开，真的太痛苦了。对，傻妞是一部手机，一个很特别的手机。在你有危难的时候，傻妞帮你，你们之间互相依恋，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感。我允许你有这种情感存在。傻妞是非常依赖我，她就像一个要出远门的小妹妹。任何人到了一种陌生的环境，你说这搁谁谁不？我知道你很舍不得她，这谁都会舍不得。楚楚。傻妞从一开始就希望我们俩在一起，而且我现在希望从你这里也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生活，并且我们俩又那么有缘分，怎么就……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因为失去爱而随手抓住的稻草，我希望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，让我们用时间去考验吧。干嘛呢？在我门口。这么说，我就不用去小青山救他们了。你去不能一起捣乱。
这茶的味道又回来了。你真能从茶道里品出人生来。茶道即是人道，人道即是天道。酒能使人乱性，茶能使人清醒。如果那天我们不是喝酒而是喝茶的话，我就不会把傻妞拿回来了。我谈过几次恋爱，接触过不少女孩，就好像茶一样，有人喜爱高山乌龙，有人喜爱铁观音，有人喜爱大红袍，或者是碧螺春。每一种茶都有它不同的味道。话梅谈不上是上等好茶，甚至连中等都算不上，但是它有它独特的味道，而那种味道